啊，待会儿见。 你们两个真的同居了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妈，不是那样。你还敢否认？两个人睡到现在是起来上班吧？你在后面说路上小心啊，拜拜。当初离家出走就是为了同居，丢下儿子离家的嘛？妈，好像有什么误会，不是那样的。哎，年轻人，初次见面您好。我们可不是初次见面。 上次我们见过面吧？你没事做是不是？为什么要跟结过婚的女人同居？哎，你知道吗？她是有老公有儿子的女人，大家来评评理呀！通通都出来看，世上哪有这种道理啊？有孩子的女人跟年轻的男人搞在一起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邻居们！ 哭什么？知道你有罪吗？马上叫元秀过来，叫他过来。请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为什么不要？你家里没有父母兄弟姐妹吗？妈，走开！不要这样。陆花心小姐并没有错。哎，年轻人，我不知道你是年轻人还是大叔，你难道不知道勾引别人老婆犯了多大的罪吗？你没有父母吗？ 你父母知道你跟有夫之妇勾搭上的话，一定会被你气得晕过去的。没有女人了吗？为什么勾引有夫之妇？你想关进监牢吃牢饭才会清醒，是不是？妈，你不要这样。我说话，你给我走开！我不走开，不是这个人的错。你说什么？你现在居然敢在我面前帮他说话？妈，拜托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 你明明知道这里的爸当初是怎么对我的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说我？对，我们是同居了，我们同居了又怎么样？什么？请你不要对这个人乱来。这个人，他是要跟我结婚的人。你刚刚说什么？结婚？对，我们要结婚。